Attends là.嗯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我带你去上班啦，不然你会迟到哦。不用，我自己坐计程车就可以了。你就答应我一起去看电影嘛。不要再跟着我了。我绝对不会放弃的。上雷哦！我快饿死了，我要买早餐，要不要吃什么？不用，你的早餐外送服务来啦。你还没吃早餐吧？那可以一起去看电影吗？哎呦，我考虑考虑啊。啊，不要再考虑了啦。那我拒绝了。啊。哎，你赶快走啊，不要打扰我工作。好了好了，记得吃早餐哦。哪个星座的故事我画的最像啊？不是，你像有什么用嘞？星座爱情专家满地都是，我不需要多一个人来跟我讲说水瓶座很怪啊，很冷漠，哦，光想不会做，我都已经听过几百遍了。可是你就是啊。易雪，这是一个进化的时代，每一个人都希望让自己更好，让这个地球更好。如果说你的故事没有启发性，没有希望，那这不就是十二星座的诅咒了吗？没有人会想要看，你不要再可视了嘛。一个月，我们重新来过。如果说你能够让十二星座的男生都想要改变自己，扭转命运，那我们就来出版。你可以的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。人性哪有那么好改啊？水瓶座不切实际。心如，你舍得让他这样一直在外面淋雨啊？他这样子好可怜哦。他可怜，那我呢？每天被他这样紧迫盯着，压力超大，好不好？提拉米苏，他只在乎他自己想要的，也不想想我的感受。就算他在外面站到2012年，我也不会陪他去看电影。拿，做了吧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母羊座最缺乏的就是和谐尊重，以别人的感受为优先，你做得到吗？还是你只想当自己的英雄，不管别人的感觉啊？谢谢你。对不起。
只想让你看见我的真心，却忘了你的感受。我不会再跟着你了。等你愿意的时候，请让我知道，我会静静的倾听你的心情。命运呢？